学佛最为高贵难得的情操，就是永不退转。永不退转于菩提之道，希求达到究竟的不退转，就必须先从破除我执、观修空性二处下手。体证空性，将能放舍不必要的妄执，获得真正的安乐。退转就是学佛途中失去菩提心，因而退失所修正的位地，而落入二乘凡夫之地。人的内外行为都会影响人们所处的世界与环境，世界的好坏善恶都是由人们的心念所共同造就，也就是所谓的共业。世界是由人心制造的，我们应该对世界心存感恩，爱惜地球。并且慈爱一切生命，勤修善业，让我们所处的世界更加和乐与美满。修行人要有慈悲与智慧的力量，那是透过不断的熏习而养成的。如果我们经常念佛、读经、持咒、禅修，自然而然地，诸佛的身与意就会从我们身上渐渐地显现出来。我们也将能渐渐地开发自性的佛陀、自性的力量。佛、法、僧三宝是我们生命究竟的依靠。在轮回这条曲折的路上，
佛陀就是一位明智的导游，佛法就是一条正觉之路，僧伽就是这一路上的两伴。三宝就有如我们生命的医生、良药与护士，医治三宝，我们才能真正开启正觉之眼，透彻诸法实相。皈依法首先要有追求真理的渴望与决心，并且对各种学说都能保持客观的态度。接着，当我们确实地探求各种学说之后，要能以正信依止佛陀的教导。使自身的思想与行为皆依循佛典所说而实践，这即是依止真实的智慧正觉者的话语。我们要随时保持正觉的关照，就像是随时开着一盏灯一样。灯就是比喻佛光，用佛陀教导我们的教法，时时关照自己的身心。要知一切都是因缘和合所生，变化无常，空无自性。要经常保持如此的觉照，才不会为境界所转，也才能够守住心念，这就是根本的修行。修学佛法，就是在开发人性、人格的向上发展。许多人都在追求物质享受的品质，但是既然生而为人，为什么不追求高品质的人格发展呢？最高品质的人，就是圆满清净的佛陀。佛字为人字旁，而福字则表示没有缺点，达到内在悲智圆满、无上正觉的人，就是佛。佛陀说的忏悔心、惭愧心，就是这世界上最美丽的衣裳。不管外表多么漂亮，若没有忏悔心、惭愧心，实际上仍是丑陋的。
让心清净，经常地自我反省，改过与策进，不断地培养觉性，发展心灵本质，将能渐渐洗涤内心的污垢，成就清净的佛性。学佛修行，就是要以佛陀的教导与思想，来引导我们凡夫的心与行为，千万不要再随着无明妄想而受缚。要时时提起觉照，不要再盲目的生活。我们应该以突破自我为此生目标。修学佛法，就是要挥舞着精进的旗帜，如此才有战胜无明与轮回的一天。每天播出一点时间研读思维经典，并且安排固定的时间进行禅修等的实修活动。如此将会有助我们的道业成长，我们也才有从轮回当中解脱的一天。念佛当下即是佛，千万不要让自己的佛性睡着了。透过念佛的声声呼唤，让潜藏在我们内心深处的佛性觉醒。诸佛就是我们的内容，念佛就是将自己最好最真的那一面展现出来。试着开发我们的佛性，张开胜利的旗帜，勇敢地战胜烦恼怨敌。我们要试着调整身心，使心永远感到满足，就是尽量过着少欲知足、简朴踏实的生活。不要让心困在执着的牢狱之中，否则将有碍于我们心智的发展，也会使我们一再地屈服于生死轮回之中。佛陀教导我们